만약에 내가 사랑하는 저놈은 남자도 좋아하지만 여자도 좋아하면 나만 손해라는 생각 안 들어요? 怎么讲啊，就是我觉得感情专一的话，其实都没有关系啊。嗯，然后像我自己是之前有交过男朋友，然后也是真爱，是真爱。哦，对。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。 我是觉得我可以，我其实是双性，就我喜欢男生，也喜欢女生，只是我喜欢女生多一点。可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内心里的灵魂。因为其实我也交过两任女朋友，然后也是在慢慢的摸索当中，才会发现哪一边会比较特别喜欢。